有哈喽，欢迎回到自告收藏室。问题的同居室，我想各位绅士们在这条收藏的漫漫长路上，应该都会遇到几个 PVC 作品是你完全都不认识，但却觉得它的雕塑啊、跟身形，还有美艳的脸蛋，让你情不自禁的掏出了荷包。刚好有一件作品最近符合了这个情况，所以今天橘子我也想分享给大家看，那就是 Freeing B-Style 所出的少女前线晚宴的统治者重伤味，就是这一箱。大家有没有看到它的分量其实蛮大的，对不对？因为它是四分之一的比例。然后我们来看到，直接看到这一面好了。为什么当初橘子我会选择购买这个作品，就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插画，它这个插画真的画超美的。然后把它立体化之后，除了还原它破碎的礼服之外，我更好奇的是它的胖子到底长什么样子。那说真的，我自己是完全不认识这个作品，跟玩过这个少女前线的手游，所以我也不认识这个角色。那当初是看它的原型雕塑，真的有打动到我。想必我自己喜欢的妹子，应该电视机前面的观众都非常喜欢，所以说当初就不争气的入手了。这个四分之一的大小，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这边然后说，今年也算是爆仓了，就是每次开箱新的东西要放哪里都有点头大。说真的，好像还蛮多零件的。这个地毯这样拿起来，我怎么发现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好像有点单调。看看这个国马柱，你看它涂装做成了这样，但是它的地毯为什么只有长这样而已？无法理解，无法理解，做半套的概念吗？好了，各位，我们已经组装完这件作品了。不过其实我自己是真的很少买 B-Style 他们家的产品，所以对于品质来说算是有一个新的认识。所以今天我们应该都是戴有色眼镜来看它。好啦，不闹了，那我们先来看到它的整个雕塑跟设计。好，主要最醒目的地方就是它这个被破坏的礼服，除了微微凸起的小腹之外啊，从上半身看上去就真的是一览无遗了。而且因为是没有穿的样子嘛，那当然就是某一些部分啊会比较突出一点。至于在整个面向眼神的表现啊，它这次的制作是带有比较甜美的一点感觉。不过我想最棒应该就是它的胖子吧，在各种角度都有种魔性，一个绝对领域的概念。不过最后我们还是要诟病一下，就是老说这个涂装真的蛮普的，我觉得肤色质感呈现蛮不错，但是在整个礼服的涂装上色，除了看到蛮多瑕疵之外，跟异交的情形。还有枪的部分，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件作品的重点，所以在用色上，它这个枪铁色我觉得也是没有做太多的琢磨。那各位如果入手这件作品的朋友，应该都会发现某个蛮棒的角度，就是从后面看上去可以看到骨垢轮廓，只是它这里内裤跟上半身做了分件。比较吊诡的是内裤的顶端是跟上半身一体成型的，那它这里一样是使用肤色而没有上内裤的白色，所以看起来官方在这里真的是偷工减料。那么各位，在我们看完了高单价的 PVC 之后，我们也要分享几款比较平价又清凉的精品，分别是吹雪还有玉白美琴、朽木露琪亚跟我们瑞林的猎场者。那我自己最期待的就是吹雪跟这个猎场者，因为我想两个角色在动画里面应该都许多绅士们非常的喜欢，连我自己也是爱不释手，所以基本上看到他们的精品就都忍不住购买了。尤其是吹雪，她是我一拳超里面最爱的女角，所以如果不要做得太烂的话，应该我自己都是会购入的。各位电视机前面的绅士们，我想这样开出来，大家应该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四分之一的作品跟我们精品的比例实在落差有点巨大。尤其是说在分模线的部分，基本上精品是不会帮你处理的，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大腿的地方多少都能发现一点分模线的痕迹。真的不要让我意外是吹雪，因为老实说它跟官图的落差真的有点太大，就是我看到它这个脸有一种你谁啊的感觉。只不过我想吹雪这个角色啊，他最迷人最销魂的地方不是他在动画里面的样貌，而是在漫画里面他的光影手法呈现的非常的到位。即便是身材包紧紧的吹雪，你也可以强烈感受到他的身形轮廓跟姣好的身姿。接下来就是我自己比较疑惑，就是我想不出来我当初为什么会买朽木露琪亚还有玉白美琴。虽然两个角色都是过去非常火红的角色，但
相对于女角来说，朽木露西亚是最一开始出现的女主角，但是最后存在感没有想象中的高。至于这两个角色，我想都是平鲁界的代表。最后我们就来看到这一位猎场者，想必喜欢吕林的朋友应该对这个角色也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他在故事一开始就登场了。还有就是他有点病娇的个性啊，真的蛮吊中我们的胃的。只是让我蛮意外的就是他的裙子好像包太紧，所以胖子基本上要翻起来才看得到。只是说真的，我觉得自己好像最近有点转念，就是看到很多尺物，开始有想买的冲动。之前买尺度最大应该就是草剃树脂那一个雕像作品，但我觉得那件作品还是以艺术感为主，就是到现在我还没有买过非常真的是入股的东西。那希望以后也可以跨出这个障碍。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分享。最后也别忘了订阅加开小铃铛哦。那我们下次见，拜拜。